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杰明，可以接影片呢。接影片我觉得应该会很荒唐。我现在准备要出门了。啊、哦，这样子，最近蛮喜欢擦这种亮色系的。OK， 接的影片就是业配影片，然后业配的商品是一个机车，因为我对业配很要求，然后这样的性格在很多厂商眼里，他们就已经有认知到这件事情，然后会觉得我好像有点大牌啊。其实讲白一点，我只是真的觉得他们东西不好用，所以我就不会接。Anyway， 接业配的厂商是洪家腾机车，我看了一下他们牌子，觉得哦 OK， 再看一下机车也觉得嗯 OK， 好，再看一下他们给我价钱，哦，马上接。我现在香水喷一喷，我要出门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接的心情就是这样子，我透过我的服装来说话，然后好笑来了，他们有准备了一个车子的解说员给我，我心想说 OK， 那个画面我都想到了，他们一定会请解说员讲他们一堆车子的优点，然后功能性多好，对我来说我就是不想要在乎这件事情，因为我现场我会试骑摩托车，就是台湾人的第三只脚，我只要一骑我就知道了，因为我平常真的都是骑摩托车上下课。然后 OK， 接戴这个优雅的帽子，是我爸给我的50片口罩，口罩拿出来台湾人都嗨了，我接的妆好漂亮哦，整个装扮都 OK， 但是就是要戴口罩啊，所以我讲了，我就戴口罩一次就恨中共一次。Bell， 哎，嗯，我要出门喽，我今天就带他出门，走。OK， 他现场长这样。Hello， 来，工作人员，麻烦一下。OK， 这你怎么称呼啊？我叫尤凯，因为毕竟那个摩托车是台湾人的第三只脚，所以摩托车这件事情对台湾人来讲非常重要。OK，Anyway， 接这款白色，我看到他本人就觉得蛮好看，但是我想要请问一下，我有时候想要带 Bigly 出门，我想看一下后车厢是塞不塞得进去。可以啊，但我塞不进去这台车就不行了。Bigly， 先受苦一下哈，姐姐要带你出去玩，好像 OK。我要开后车厢，按一下它。哦。设定仪表的部分去设定我们的路径，再导航，它就会自动呈现整个导航的路径过程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还会有照相机速度提醒。OK， 台湾人不会管这么多，重点是好骑就好。切换竞速模式，它喇叭声好不好听啊？可以听听看，嗯，很响亮，就跟一般的一样。好爱竞速模式，不会，比利觉得不错。这一台多少钱？79800。所以这台79800，它政府补助这样多少钱？如果搭配目前以基隆市来说的话，最低可以到54800元起，蛮便宜的、啊，中明轩色。好，这三台颜色就这台最好看啊，其他两台就是直男在骑的、啊。你可以帮我看一下那后车厢吗？电池是 Gogoro 的啊，它这个是采用我们叫做 Gogoro Network 的换电系统，所以就是 Gogoro 他们家的电池。那你知道 Gogoro 他们新出的那台车很丑吗？其实每一个产品，每一个品牌都有自己的设计，我觉得我们的更有特色，而且更适合你。官方哦，天哪！你在社会打滚多久啊？讲话很官方。OK， 今天谢谢你们哈。哇哦，去生活喽，拜拜。拜。谢洪家腾了。OK， 业配工作结束 ，Billy 表示他很开心。嗨，我现在在跟 Billy， 还有我朋友在吃饭。所以你是 gay 吗？哇，这皮肤很好哎！录了吗？小，我现在吃饱饭了，我跟我朋友出来。最近我收到很多的 feedback， 很多人说我朋友很可怜，跟钟明轩出来都当长进人，我都在利用他。我操！人跟人之间都是互相利用的，而且交情要够好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要不要看我底裤？比如这个裙子可以这样搭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他一直踩到脚，就是很麻烦，可以这样子，不同的感觉。Billy， 喝
而是要来做结尾了。但是话说，最近我走在路上，很多人会偷偷在旁边拍我。像我刚刚就遇到一个女生，可能是刚下班嘛，是 office lady， 她就偷偷拍我。我认真跟那些人讲，偷拍是一件不好的行为，偷拍不要偷偷拍，你要拍跟我讲，我摆 pose 给你拍。我今天在学校的时候，在学餐就被人家偷拍，然后很丑。别嘞，在外面舌头不要吐出来，不要这样子，防疫要做好。那妈妈也要带一个。嗨。口罩要戴好哦！我今天想要跟101做结尾来。OK， 我跟你说，各位小妹，喜欢不喜欢？Goodbye。这样。